欢迎收看《世界真奇妙》，请开门。你真是有够妙。没错，我们《世界真奇妙》又来到的，这是第几集？啊，第五集了，第五集了。好，《世界真奇妙》来到了第五集。由于上一集太过于恶心了，所以我们这次要玩一些健康的。首先我们先防一下上一集的苦主。这一集还想玩吗？我不想玩了。还想再喝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再喝。OK， 好。由于最近开始有人在怀疑我们 Lucky 组到底是不是从头都在玩，没有在练舞呢？今天我就带你们到 Lucky 组的练习现场。来，我们来看看。看到没有？多认真啊！多认真啊！都还没练习。多认真，大声点，大声点。所以我们 Locking 组，哦 ，Locking 组不是从头到尾都在玩，我们是认真在练舞。那这一集要为各位带来什么呢？上集有预告，这次我们要玩的是《世界真奇妙之旋转木马 Locking 秀》。我们要告诉大家 ，Locking 每个个个都是猛男，个个都是猛兽。你以为我们都在玩？没有，你看。啊就是肌肉，六块就是六块，有没有斗球和弹平？也有把肌肉练成一块的，都有。你看，连这个性向不明的人也，哇，真是恶心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 Locking 组的精神。今天我们要如何玩旋转木马？来，先开始排站，我们多精神，多认真，排一排，听我口令，听口令。Thank you.
们今天特训的内容就是在什么平衡之下，我们还是可以跳拉皮。来，第三块，大皮，就是把六块肌肉浓缩成一块肌肉。我还是有劲的嘛，是不是？好，七块，没有，好，放上面，五六七，走，闭，眼睛闭着，三，四，还有五点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
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